特舞团呢是一群年轻的舞蹈专科学生，他们毕业之后呢组成了一个舞团。那他们过去呢都是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哈，那台南港工位置是新营湾好啊，台南大专，那今麦是台南应用科技大学。今天呢由他们所创立的团队呢要带来一连串精彩的表演。刚刚好哇主持人有介绍孔雀之王，请亮孔雀吼，你要看那不是阿人转的，不是舞者，大家看到他的装扮水当当，非常的厉害吼。好，那接下来呢让他们定位完成之后，也请现场的好朋友五块的人来请你掏钱吗？伊若是砸着恁的路，砸着恁的视线，咱来敲一个位的吼，敲一个位置出来，让自己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视野。让我们的节目呢，就马上来开始表演。恭喜啦，咱的好朋友，咱就赶紧来咱庙埕来庙埕公主家。那马上要来进演的是咱专业的舞蹈，由斯威特斯威特舞团为各位所带来《晴亮孔雀》，要来去求好吉兆。你出来给大家都非常的有福气哦，欢迎大家来家都是中国的人的掌声带给欢迎，掌声鼓励，下一个表演路精彩哦。一路是天欠安，时间没事事，意外在下面，只要你安泰地，就当让你安慰平安。昆明可是要叫到让你梦想飞哦，一般去请求下载快活的宝宝回忆来，男性公司在新楼下载单位的不仅是房非常的亮，为了大家好家庭安保探险，请你关心来关心来会七七条，七七条的牛头钱有七七条车火票六火票一六五一六五七七波六五个不敌来买款，其他有七七条工作在党内关心红利消毒中期的话，也都有银行协会都有在帮忙，就是不用该问其现在大家的保护地位其兄弟。哇，掌声鼓励一下哈，被听回是真不容易哦。好像这样不能力往前不留，就可能各位平安短暂期
好像要加上柠檬青椒，最后来勾引你爱的马太子。掌声鼓励，非常谢谢我们。